在美国洛杉矶声乐界享有盛名，从事声乐创作35年的声乐指挥老师杨杰，在5年半前结合几位爱好声乐的同好，共同创办了乐声合唱团。对于能以专业的知识为热爱音乐艺术的侨胞提供指导，他不仅感到高兴，也倍感骄傲。我带这个团呢，也是我一手组建起来，和几个声乐爱好者们。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华人社区的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的华侨和这个华人非常喜爱音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合唱团成立，大约已经是5年半了。在这里边，我们在南加州地区，我们在台湾桃园，我们在其他的美国一些地方都做了一些表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这些同胞们他们非常非常对音乐的炽热，特别是对家乡咱们叫民族的音乐对这一个古典音乐以至于这个美国的现代音乐都非常的热爱。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能够用我自己专业的知识和这些表演来给他们做一些辅导。